大家好，徐总侃耳论道，今天说说湿疹期无外耳朵炎症状。严重的有少量的液体流出耳外，也是咱们经常说的耳朵流水。轻度的耳道气孔不光滑，分泌物结痂，很难清理，发粘，耳道内痒。形成原因：身体内湿气重，洗头洗澡，耳道内水没有擦干。准确判断是湿疹性外耳道炎。